此前 Dream Glass Air 曾亮相 AWE2019， 该产品主打便携式 AR 私人影院设备，采用半反半透视光学 FOV 达90度，宣称可同时提供多个100英寸的 2.5K 显示屏的效果，支持多任务操作。它可提供沉浸式 AR 投屏体验，同时也能显示用户周围的环境，不需要担心看不到路摔倒的问题。